一两百万订阅，流量两三万，就这样子。其实他们现在真的越来越惨了。放前面的预告。开了一两个礼拜的 Volvo， 再来开 BMW， 根本就是天跟地的差别。我们在信义威风参加创作者协会的 YT 小聚，然后当初是因为那个疯狂老爹的介绍，加入阿D创办的这个创作者协会，都会举办这种小小的聚餐。我比较担心的是，这个老头子不知道跟他们会不会有话讲。记得赖主任，好，谢谢你。嗨 ，Hello， 大家好 ，Hello， 我是小诗，对，我要坐哪里比较好？可以，好，我坐这边。大家好，我是三十老爸，然后我们的频道就是以家庭为主，然后主要就是拍一些感觉很温馨，然后又没有很温馨的。感觉很温馨又没有很温馨。对，我们不会刻意去营造说这个家庭的温馨，就是正常。家庭应该是怎样怎样。所以家庭真心了，到底是温馨还是？就有点美式幽默，然后我平常会拍一些状况剧，或是微电影，就是我会脑海里面会想一些就是天马行空的一些脚本，对，然后就是看完觉得那我在拍什么，就有点无厘头，还有时候会拍一些蛮有趣的状况剧，就大概就这样。好，欢迎欸，顺时钟对不对？顺时钟吗？哎，哇，对，顺时钟要帮你拍吗？我只好拍我自己，来吧。对啊，我是那个小诗汽车顺我拿起来看比较我比较特别，因为就是我是本身是在卖二手车的，所以卖得很无聊，然后就开始拍一些影片，然后本来就是想做一些分享，然后后来觉得拍影片蛮好玩的，所以就跟公司的同事就一起拍了一些影片，大概这样。谢谢大家，小诗汽车生活频道，谢谢。嗨，大家好，我是趣哥，一个名字非常的奇怪，就当过乱创的，对，根本没有要创我频道，对，就随便取个名字。我没想到就那个这么多人看，比上班还好赚。对，这需要剪掉吗？啊、哦，不需要啊。三个月后就太爽了吧？对。然后名字都改不回来，因为已经大家认得了。我那时候已经从世纪帝国看你开始玩，那就很老了。反正就是我本来玩电动的，在打电动的。但是我后来觉得打电动那个市场太小了，就在那种顶尖的，没有，很难赚到钱。我随便讲一些历史，随便讲，没有历史也是 Pro 级的呢。历史好，那就是我这是讲历史，对。OK， 欢迎，欢迎。他原本是打电动的，后来变成电动，现在是大概是初中，大学电。讲到很厉害，很多电动的也都会有。然后我们了，大家好，我是 Celine and Cynthia， 不只是旅行的 Celine， 我是经典。我们两个算是同一个频道，然后被迫拆开的。对，然后我们两个的频道主要都在拍旅行，然后主要就是在上山下海，就我非常喜欢潜水，然后跟聊天。抽战的感觉。然后我们两个就是才刚从前天才从玉山下来，然后在上礼拜才从雪山下来。我们这大部分的时间可能都在山海。哎，大家好，我不是频道，我是 UC Team 的员工。我叫 Sharon， 对，然后对，今天是来这边是服务大家，然后也跟大家都认识，然后知道说，哎，音乐还可以怎么样帮大家？对，摄影的部分，我们不能干涉内容，我有点马掉嘛，对不对？有点马掉，对不对？对，所以就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对对，三开始了，对，人生同规格，对，大概三机吧，哎，大家好，我是酸哥，然后我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跟主持人，那平常就是拍一些 YouTube 拍一些时事评论，然后还有把我现场演出的影片，就音质很差，但还是硬要把它，然后有的时候也会到别人的频道去当来宾，也比较少做，比较尝试去节目里面当通告。然后今天我应该是 YouTube 订阅最少，我是10.4，是超过十，所以大家已经超过我。而且你的成长速度很快的，慢，没多久，慢，就我很多年了，我大概在2012年就遇到第一支
然后那影片放上去，但是我就是那种年龄真，然后等到了去年开始，不是因为你每次都说你要认真的，然后其实又开始不认真这样，你是始终尾巴，我是啊，所以我一定要拍，我他说我一定要拍啊，哦，那就先这样，然后可以大家可以。11月的时候我演出了，不过你放这影片的时候，可能已经过了。他剪很快，不会很快，晚上就上了。对。帮我贴一下字卡，11月。11月。票还没买。可以，台北还有票，台北在新义城里面就会很近。名称是什么？你开心就好。不是，我是问名称。名称就是你开心就好。哦，我以为名称是哦，你问我开心就好。原来是真的叫你开心就好。OK。感谢感谢。欢迎。耶！他刚刚不是才发，然后呢，我的频道在做音乐，那音乐我看要怎么定义我的？对，知识评论音乐，知识评论，崭新的一个那个领域啊。然后大概就这样子，然后再次跟大家重申我的舌头底下破洞。今天讲话可以不能动到这个区域，所以听起来发音可能会有点怪怪的，所以请大家多多包涵。就这样子，谢谢。谢谢。嗨，那个我算主持人之一，我是阿神，然后我做 YouTube 从2009开始做 YouTube， 是主持人啊，主持人，应该大家同批的，对，他都不用叫学长。然后我主要是做游戏，然后从以前就做到现在，然后可能最早那个时候 YouTube 还没有广告这种东西，我是生活在一个YouTube 还没有广告的年代就会出来做，对啊，反正就最近就退了。然后因为我主要这12年来就是花我几乎所有的心思都是在工作上，就是早上起来然后就在做 YouTube， 然后晚上2-3点睡，然后就是日复一日，而且我这12年来都是日更，没有断过一天。对，哇！而且不止，有时候可能还会双更，然后有时候更多，暑假会再更多。所以就是坚持了12年来，我觉得差不多该是人生要就是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那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我在 YouTube 上面是走了很久，然后也看了很多，所以有一些一些问题还是什么东西的话，都可以问我，可以分享一下我在这一路走来的一些心得啊之类的东西。然后，耶。嗨。我是台丽佳，然后我们频道是很安静的频道，很安静的。就是大概是做瑜伽，对，然后应该是可以介绍，就是大家有想要运动的话，欢迎。有分初级、中级、高级，就是各门的，然后各种不同的时间，然后其实我本业就是瑜伽老师，欢迎起来练习。好的，耶。大家好，这样子，那大家可能看到门牌都会想说，这串很有规划。对，没错，就是我是做韩文的，然后我做韩文教学，然后我必须要说，就是教学这件事情，就是3个字很难做。对，就是那个，那其实我最早一开始是做美妆，然后后来因为我的粉丝发现我会讲韩文，然后他们就问我说你可不可以做韩文教学，因为大家觉得很多人一开始看我做韩文的影片的时候觉得我是中文讲得很好的韩国人。对，所以我那时候是穿插的做，然后我后来发现那个时期好像做韩文影片的点阅率比较高，所以呢我就想说为了点阅这件事情就转做了，所以我从2017年开始做，然后那个时候台湾的 YouTube 其实没有人在做韩文教学，都是香港，所以我应该算是第一脚踏进 YouTube 做韩文，对，自称是比较韩文界一把交椅这样子。对，所以如果大家对韩文有兴趣的话，就是可以来找我们一起来分享。好，谢谢。等一会还要再想一次吗？应该有需要。2次宣传机会。刚刚我们讲的差不多了吗？突然间有点不知道要讲什么。你是？我是 Cynthia， 我还可以讲什么？我不知道，我想讲什么讲什么。但我觉得刚刚都讲的差不多了，我们就给他再道歉。谢谢。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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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在座的创作者啊，有谁是 YouTube 是副业，有其他正职的？真的，其实大部分都有。厉害啊，
这种两工作也跟工作先结合啦、啊。我是啊，对，所以我想要知道啊，那个比例啊。但是你们是结合的，就是结合的。哦，所以对对，瑜伽是结合的。上班族他当 YouTube 差很远。哦，家教哦，所以也是结合的，对，蛮有趣的。你不算吗？我是不知道。你 YouTube 应该是副业吧？其实我今年两个边收差不多，因为今年现场封印有一段时间，根本什么都没做。哦，对。我觉得如果没有演算法的话，一些那种大咖一两百万订阅。你就霸占整个 YouTube 市场，你这些小咖我们起不来。但演算法会把这小咖这个一直往上提。大咖就是很紧张。但一两百万订阅，流量两三万，就这样子。其实他们演算真的越来越难看。有些大频道，然后国外的啦，国外的。你现在是不是帮我在放前面的预告？你是不是在帮我想前面的那个预告？国外两三百订阅。没有，刚刚会停在那个点，然后是在最前面的预告。对，本集精彩的那个预告。国外 YouTube， 反正我觉得说法是很好的。我觉得是这样，标题固然重要，但内容它比较像是别人进来之后他或者会留在这里。对啊，对，标题是一个有点像一个商品的包装。特价。对。只特价也没有特价啊。觉得今天的聚会如何？意外的聊得蛮开心的，因为今天来的人都是来自各种不同领域的，可是我觉得大家都很好了，都很 nice， 然后很愿意参与所有的话题。我个人是蛮享受今天的午餐的，而且还不错哦。对，谢谢华晨，谢谢会长，谢谢让这个成型的所有人。对，太棒了，辛苦了。然后我的舌头下面因为破洞，所以讲话变这样。好，耶、yeah。觉得认识新朋友很开心，大家都是创作者，不然平常创作者就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就觉得孤独这样。对啊，不知道问谁，对不对？对，就是很多问题的时候都会觉得不知道应该要问谁，因为身边没有创作者，所以有就是大家创作者可以聚会是一件很好的事。不会越认识越多。顺便可以讲一下YouTube坏话。对。这样我们大家就有管道，下次希望。大神。对，下次那个聚会越办越大。好耶，谢谢。很高兴遇到这个。很多形形色色的人，大家都非常的健谈，再有机会，然后之后可能换车找一下小心。好，谢谢会长，就是谢谢会长。好，谢谢所有相关的人。每季的感觉，看自己看得好满意哦。好，那我要访问下一个人啦、啊，耶、yeah ！去吧，去哦，去吧。去。CHEP 上司老爸耶、yeah ，非常不错。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我也是啊。感谢一下阿迪啊，谢谢志行，然后阿肯办了这个。对啊。相关人员，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认识其他人。对啊，大家有一些疑问可以互相解答这样，然后分享自己经验还不错。好， okay， 下次见。哦，我难得跟大家吃饭，这一桌菜就相当的丰盛，就是想到今天 YouTuber 各种领域，做这个二手车的、啊，然后拍家庭生活的、啊，瑜伽的，登山下、哦、上山下海、啊，对，各种。那我个人就只是比较单纯的，就是讲讲。那大家那、啊、跟我蛮像的哎，没有车，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看这种像我这种频道的话，记得来分一点订阅过来。哎、欸，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酸酸频道我平常有在看。哦，对，我的观众就是。所以我跟你讲，我坦白讲，今天这一整桌里面最熟悉，我最熟悉就是演员，最熟悉的就是他。好，因为我一直都有在看。那希望之后呢，买二手车可以有打折，直接没有问题的。好，那就谢谢，那下次再举办，我们再继续参加。好，谢谢。赞。我跟你讲，你就知道现在 YouTuber 多可怜，每个都在谈投资的事情，你就知道现在我们这些 YouTuber 都赚不到钱了，对不对？靠 YouTube 太累了。所以一听到有什么赚钱的门路，大家就聚过去了。还是你们有15分钟，简单这边讲讲。哦，要开会了，要开发表会了。耶、yeah ！到底参加了什么？对，我今天在参加什么奇怪的宗教团体，还是什么活动的？对。来，坐好，进入里面哈。每天叫你起床的就不会是闹钟了，来。对，是梦想。加入直销吗？这是我们的老师，好不好？大家掌声鼓励，耶、yeah ！开课了，好不好？
跳仪式，这边红色灯光，拜拜。拜拜。好，结束了。然后很谢谢这个创作者协会的所有人举办了这一次的活动。YouTube 这边公关，然后还会有派人来这边解答我们一些疑问啊，然后我们有一些问题的反馈都可以帮我们回去反映。那我觉得这一点还不错，就是还蛮重视我们这些创作者，不会觉得自己是孤儿的感觉，就都蛮活泼的啦。要不然也很难派 YouTube 在荧光幕前面吧，对不对？以后我应该还会参加这样的聚会，我觉得。对啊，因为我觉得真的可以认识蛮多不一样的 YouTuber， 然后看有没有机会可以一起合作。好啦，喜欢影片记得订阅、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拜拜。我赶回去啊。